不花体能，不扬人恶，自然能化敌为友。53点，诚实的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污点，不要欺骗你自己。54点，因果不曾亏欠过我们石魔，所以请不要抱怨。55点，大多数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，自欺欺人，被人欺。56点，请是最大的骗子，别人能骗你一时，而他却会骗你一辈子。57点，只要自觉心安，东西南北都好。如有一人未渡，切莫自己逃了。58点，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不放时，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。如果你肯放手，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。人的心若死执自己的观念，不肯放下，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。